หลายปวงเทพยาดาทุกชั้นฟ้าสงสวรรค์จงพลันมาชุมนุมเพื่ออนุโมทนาโดยพร้อมกันณบัดนี้สวัสดีครับฟังเสียงไทยมันกุ๊ยสีเห็นบ่上次小試牛刀分享了一些鬼故事，但有網民反映就因為我表現太過搞笑和說話太過快，所以呢就 get 不到，而且也不是很害怕，反而覺得很好笑。既然是這樣，今集試試換一個通，慢慢說，換一個表情，換一個態度，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些鬼故事，看看今次會不會嚇得到大家。泰國人呢就習慣一家大細住在一間屋裏面，就不是講緊 condominium 啦。香港人好多人呢嚟泰國都會買一啲嘅 condominium 嚟住啦。但對於泰國人嚟講呢，如果有錢嘅話都鍾意住在一間屋裏面一家大細一起住嘅咁樣。咁而呢啲嘅屋買咗住咗，咁當然日子耐咗就自然會有人過世離世啦。當一間屋裏面户主年紀老邁慢慢離開嘅話，啲仔女仲會唔會繼續留喺呢度住落去呢？通常都唔會嘅。於是呢好多時呢就會將呢啲屋就租啦，或者再賣出去。但若然有一日你見到呢啲好靚，譬如話 3 bedroom 或者 4 bedroom location 唔錯，但係價錢有點而平嘅話呢，咁你就要小心啦。以下落嚟呢係一個真人真事啊，地點正喺曼谷嘅蘇格威區，喺邊度呢就唔講啦。咁裏面有一間嘅大屋都真係幾大嘅，裏面有成 5 bedroom 啊，又埋連埋工人房嘅話咧，都可以話有6間房添，佔地咧有成3層樓高，絕對可以話一個豪宅嚟嘅。但係咧嗰個嘅租價咧都只不過咧係30,000匹，係30,000匹有個咁大嘅地方，係咪好匪夷所思啊？咁當然啦，裏面梗係會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啦。舉例，原來呢一間屋咧，嗱，唔可以算為一間空宅，但係裏面咧始終就有啲人離去啦。當有啲人離去走咗，對一啲嘅地方有所眷戀，唔捨得走嘅話，你作為一個新嚟嘅人客住喺度，同佢哋一齊共住，個感覺又會係點咧？同埋會唔會有啲不可思議嘅事情發生咧？嗱，呢個咧真人真事，我泰國朋友同我分享，咁佢就話。嗰陣時咧，見到個價錢咁吸引，於是乎就租啦，租嚟住。咁佢最初去睇屋嗰陣咧，都覺得奇怪啊，因為裏面咧，剛才講過咧，咁多間房咧，零零舍舍有間房咧，嗰個嘅户主咧係 lock 咗，係唔俾人入去嘅。咁我租你個地方住，咁但係你有間房 lock 住，唔俾我入去，唔得嘅喎。你裏面有毒品，咁點算啊？咁樣，咁最初嗰、那個。業主咧都即係輕輕賴過，即係覺得唔緊要啦。即係其實咧，我係擺一啲屋企啲雜物啊、舊嘢咁解啫，冇嘢嘅咁樣。最初我個朋友咧都不以為然咧，跟住然之後就冇所謂啦，就試下租啦。咁租咗另一日啦，佢自己就同啲朋友嚟大掃除執嘢。突然之間咧，感覺到點解間屋好似多咗啲人聲咁解？我明明有兩個朋友，兩個都係男人嚟嘅。點解好似有啲女聲咁？係咪隔離屋有啲小朋友啊，或者咩啊咁？咁原來又唔係喎，佢可能覺得心理作用啫咁，跟住繼續執啦，執多兩執，突然之間咧個電燈又熄埋添，冇電。佢上一手唔記得交電費咩？又唔係啦，啊，可能係個燈膽鬆咗咁解，亦都不以為然，冇諗咁多。之後啦，咁佢執多兩執。咁雖然裏面咧啲嘢未執好，但係始終都叫做自己一個屋企啦，嚟緊都會喺度住啦。既然係咁，就不如翻上個主人房嗰度瞓覺啦，攤透下先啦。反正都係自己屋企啦。咁我兩個朋友走咗，佢翻去瞓啦。徹夜難眠。嗱，理論上咧執咗成日屋咧係十分之攰嘅，但係佢感覺到攰之餘咧零零舍舍，好似有啲嘢係望住佢咁啊。佢已經關埋門瞓，但係始終有一種。俾人哋望住嘅感覺，同埋最緊要最緊要咧就係、是，嗰陣時事發嘅時候應該大概係12月嘅，12月份泰國咧都係所謂嘅冬季啦。對於泰國人嚟講咧，少少咧就會覺得好凍嘅，咁佢都唔開冷氣，亦都冇開風扇，但係都零零舍舍感覺到一種嘅寒意喺度啊。咁佢諗住會唔會係即係攰得滯，攰到瞓唔到咧咁？佢都唔理啦，盡量瞓啦。而盡量瞓之中，佢依稀隱約感覺到旁邊咧係好似有人企咗喺度。
跟住佢都覺得自己諗多咗啫。跟住回頭一望，見到床邊咧有個老婆婆坐咗喺度望住佢。嗰一剎那，佢知道，咦，真係有嘢喎。咁咪自己念經啦，南無達薩帕格瓦多哈拉多心瑪三菩提薩，南無達薩帕格瓦多哈拉多心瑪三菩提薩。念咗一陣經之後咧，跟住再望咧，見唔到嗰個婆婆啦。佢覺得會唔會自己心理作用，又或者諗多咗咧？但係嗰晚佢根本瞓唔到，佢完全瞓唔到，因為真係驚再擘開眼，真係再見到個婆婆坐喺度，咁點算咧？咁樣之後到第二日啦，佢覺得會唔會係間屋真係有問題咧？咁佢嘗試去嗰間 lock 咗嗰間房，想辦法去打開佢，但係當然係 lock 咗係打唔開噶。咁結果點咧？啊，有辦法啦，我揾個開鎖師傅嚟咪得咯。呢間屋有地契有姓有名，係我係户主嚟噶嘛，有我名噶嘛，點解唔可以打開嘅啫？於是咧就未經過業主許可，然之後咧就揾咗個開鎖師傅嚟幫佢開，唔開又試可，一開裏邊咧。是有個神位，基本上泰國人有很多人屋企咧，佢會專登有間房咧就安放一啲嘅，譬如話神佛啊，甚至乎一啲過咗世嘅先人啊咁。理論上啊，你如果將間屋要清理俾第二手嘅話咧，你依啲應該係拎走嘅，但唔知點解上一手嘅業主咧就沒有將佢拎走，就有都係擺喺度。咁佢打開道門見到有個。先人的相，那個先人的太太，那位婆婆就是昨晚見到那位婆婆來的。那她當然很害怕，想多兩想，不是啦，這樣的環境當然要打電話跟業主談啦，喂，那怎麼辦？麻煩拿走她一定怎麼樣？跟著個業主很快脆就來到了，就跟她說，那業主沒有責怪她，為什麼你即不經我許可真的找人開了一道門？那反而跟她說，真的不好意思，其實是這樣的，即最初呢他哋咧臨搬走嘅時候咧，就係、是、都見到依位嘅太太。嗰依位太太係咩咧？係佢嘅祖母嚟嘅。咁祖母係病死嘅。咁但係咧，佢祖母咧真係生前太錫佢哋啦，變咗死咗之後咧，都經常暴夢喺間屋裏面出現。對於佢哋嚟講 ，OK， 大家係親人，本來係唔緊要，但係始終係一個靈體，一個靈體經常喺你面前出現，你都就算更熟更好嘅話。你都覺得不舒服啦，咁結果又超度佢唔到，結果點咧？不如就走啦。咁但係走之餘咧，嗰晚咧嗰、那個太太都報夢俾佢聽話，即係阿孫，我知道你咁情況，但我真係好唔捨得呢度，你唔好搬我走好唔好？我點都要留喺呢間屋裏邊。咁樣同佢講，既然係咁，佢更加唔敢啦，因為原來呢一個太太咧，當年咧係經過好多嘅艱辛努力先儲到錢買到呢間屋。跟住，然之後兒孫滿堂，咁諗住喺一度咧就可以好幸福地快樂地生活啦。但結果因為一個嘅病情咧就離去啦，所以對呢位老人家嚟講，佢真係好唔捨得，好唔捨得依間屋。每面對咁嘅環境，咁嗰個屋主可以點樣呢 o k 嗱，既然係咁嘅時候，各走各路啦，你我哋喺度啦，我哋搬走係啦。咁但係搬走，咁嗰間屋都係錢嚟噶，都係一個物業嚟噶。結果就不如咁樣，我就。有得你在間房裏面就 lock 咗咁啦，點知位太太實在太眷戀呢間屋嘅一切啦，見到有新人嚟到，咁梗係要去同佢打招呼啦，甚至乎同佢傾下偈咁話啦。點知就係嚇親呢個新嘅户主啦咁。其實佢有冇呢個嘅惡意咧？理論上係冇惡意嘅，但係就算點都好啦，一個靈體經常喺面前出現啊，你都一定會感到唔舒服同埋會驚嘅，尤其是三更半夜啊咁。所以咧講得兩講。那個新的户主即是我朋友就說既然是這樣我不租了我真的不租了即是實在沒辦法了當然坊間可能有很多的師傅和尚是可以被超度可以幫他趕走他但是那個的業主就是不想將他趕走因為始終都是自己的親人但是這個就是人生交叉點你不將那個靈體超度令他投胎的話他不斷眷戀留在屋那裡到頭來對佢自己冇好處，對個靈體都冇好處。佢不能夠行過呢一個嘅奈何橋，飲萬婆湯，跟住然之後忘記一切，重新做人。對於個靈體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但問題佢亦都唔想親手揾一啲師傅啊和尚去整走咗佢。結果整下整下，結果係點呢我個朋友都唔知啦。咁佢就總言之就冇再租嗰度咧，就走咗啦咁樣。結果。
後來聽佢講，有一次都仲喺啲 YouTube 頻道喺一啲嘅網裏邊見到有呢間屋放租，即係話間屋仲租緊俾人，兼且嗰位太太依然係喺裏邊。如果係咁嘅話，一啲外國人，舉例可能香港人也好，或者西方人士也好，若然你有機會嚟到泰國曼谷租到一間屋，又或者當 Airbnb 嘅話，晚上有位太太坐喺你床邊，你會有咩感覺咧？